师父最近定阿讲，天气、地气、天气、地气，应义了大地万物。在这一片呢、啊，天地之间呐、啊，这一大片的土地上，有道场可以呢共修享受法的法香，我们还有福可以闻大地之香，可以呢在大地上布善种子。的确啦，大家都是很有心，菩萨呢福田用心耕啊，那我们的道心呢、啊、要不断不断往上的精进，随着我们的年龄绝对呢不能空过时间。时间呢、啊、虽然在生命中带走了但每一秒钟，我们的时间生命总是呢随着时间消逝，可是呢我们真正的闻法，那弘法入人群去引导人，这就是弘福造福，那一种的福不断的增长，生命是安尼的消息，咱的慧命啦、福缘啦、慧命福缘，就是增长。所以用时间来换啦，换咱的福，换咱的福的增长，你爱有祝福。所以讲吼，一分付出。一分修行，就亲像咱伫咧做禅，咱有去布种，咱有去顾土地，咱才有地瓦好挂，咱才有法度好修行。这都是咱的生命、慧命呢，甲安尼共款，多投入人群，多接引呐、啊，社区菩萨。这叫做结福缘，咱接近佛法啦，接受佛法的因缘，来接近众生，和咱呢增长福缘，为咱未来啦成佛菩萨道呢，咱普咱发心如初。大家人啦、啊，发这念心，开始迄念心，甲现在这念心，咱家己呢爱盘点，时时提醒自己，问咱的心，咱的道心有消失去无？咱的清净有减量无？咱都爱问，也那是减量啦，或者是呢有消失一点啊，咱来赶紧自我警惕，问家己，什么因缘，让咱的心啦、啊、去松懈掉，爱赶紧自问，就是讲，咱来赶紧回到转来看咱的心地。有法杂草无？那有法杂草，爱赶紧啦！自我把杂草去除。这个杂草就是咱的烦恼、无明。咱用什么力量来去除它？是信，信根原力。所以点阿讲。发心如初，生活有余，
咱最初迄念心、迄念信心，咱爱定定来问问咱自在人间的方向，敢有偏差？无偏差，咱都爱问家己，我是安怎会害带去？害带去的因由伫倒？也若讲咱的身体，也咱都爱讲吼，我身体爱顾，偌济力，偌济力啦，咱都去做偌济事。上重要的呢，就是心脑健康，体力啦减少啦，真正常。似乎这当阵，嘛是啊，嘛是伫咧行路吼，也是同款，爱定啊真用心，甲这两支脚真正的感恩。还要自我警惕，脚步都要行好对，要行好有着地，脚骨要有落地，接地气啦。咱好好的，步步踏实，好会好会好会呢，永远啦。都无偏差，这就是咱的菩萨道。咱即阵要学佛，咱同款，对佛陀的路来去找，找出了讲人间的目的是啥物？应该各位菩萨，咱大家人真庆幸，咱的第一步已经呢找到啊。咱要学，爱学，学出了吼，要安怎样来救度众生？所以鼓励大家人爱素食、茹素。这个素呢，最重要就是完整的爱，完整的爱。所以咱行菩萨道，要救济众生。人人呢，那就是爱关怀人间，还要呢，多甲人间呐、啊，多分享，分享咱来疼惜其他的生物，这就是上完整的爱。那咱既然有这完整的爱啦，所以呢，唯有推动树。不吃众生肉，除了不吃众生肉啦，那就是可以净化人间。那那多推素，就不需要呢刻意去养，也会当减少了大地的负担，也会当减轻了空气呢受污染，来保护人的身体健康。最重要爱会知影道理，心灵的健康，所以心脑健康啦、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当然啦、啊，因缘果报更是看不到摸不着。这个因缘业那当啦，众生业当，迄、那个时呢，灾难会越来越多。会越来越密集，真的是挡不掉的。不管安怎样，咱总是呢尽一份心力，这就是叫做造福。不管咱的力量偌济，就是哪怕世界亲像高压，高压伊也都爱努力。所以呢。各人各人啊，各种各种的心灵，尽这份的力量去做，先大啦，福都旺啦，先大福气旺啦，自然庇护了，
皮肤的人间地球健康。那有当时咱会感觉到讲很气馁，啊，我安尼讲，啊，作恶的人遐尼多，啊，善的人总是一直呢叫袂起来。不要气馁，咱尽一份心，就是积一份的福，因为心力用心自经营，就是心地。咱的心地也都要好好经营。